过年剩无到一个月时间就要到了，今年斗六市公所嘛，将太平老街挂了一万粒的挂灯，并伫斗六医院布置了真侪传统甲创新结合的花灯。另外，针对防疫工作，公所嘛表示，今年将会增加四倍的人力斗三工，实施入口管制、量体温、实名制等等措施，也请民众多多来配合。斗六市太平老街灯会即马已经开始了，今年公所也将一百粒挂灯来做布置，其中内面加些挂灯也是核心的创意作品，欢迎民众一同拥有这么形象。为了过年的气氛哈，我们市公所有请各个学校，还有很多小朋友来一起彩绘我们这个灯笼，那么高高挂在我们的街头哈，那么我们圆环也布置得非常的漂亮啊，也希望我们斗六出外出的游子们，还有我们一些乡亲们，能够回到斗六来过年。受到疫情影响，斗六市公所表示将来加强对灯会管制，多来增加比起以往四倍的人力来进行防疫工作，也将来实施入口管制、量体温、实名制等等措施，也请民众一定要来挂嘴安，并配合相关的规定。在防疫措施的方面我们会落实管制，只要斗六市公所举办的包括咱的木块感节也好啦哈，包括咱的圆环灯会也好啊，我们都会落实防疫的措施哈，跟中央订定标准哈，我们完全依照中央的标准，只不过一样咱办活动哈。咱需要的人力可能是譬如讲十个尔，咱起码为了防疫我们加强所有的人力将近四倍的人力我相信这个防疫措施只要做得好活动照样可以办了哈。在太平老街上，立树有过合德宫，伫咧以往二月七日也拢会办理斗街活动，并开放民众共同来享用料理。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无来开放用餐服务，也请想要来参拜的民众一定要来做好防疫措施。庙宇的活动是因为点万盏灯有一些二月二号也是头雅啦我们办的都很热闹啦，不过现在疫情关系，所以说有一些活动是不能全部办的很热闹，全部要戴口罩啦。我们原本就是2000斤的大面啦，还有一些素食的菜料很多啦，但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说去年也停办，今年也停办。到了市太平老街灯会活动，为即马也已经开始了。灯会也将一直延续到3月15号，公所欢迎民众同齐来赏灯，但也一定要将自身的防疫工作来做好。记者江怡昌报道。